Hello, ladies and 乡亲们，乡亲们，and lady 们，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激动人心的挑战突变又来了。这周周一的时候，就听到考拉拉无尽的哀嚎与惨叫。考拉拉一个劲儿的说："这周就不可能过。考拉拉每周都是这么”说对，考拉拉不停的说："谁过了，我给谁跪下。那让他先跪下吧，你就让他这个星期别起来了。我觉得他应该跪不完的，主要是这个我的水平跟考拉拉也差不多，但是我不会说这么二逼的话。然后呢，我还会拉你这条大腿，这就是我和考拉拉最大的区别。就考拉拉是越说过不了，他越要和路人干。然后所以为什么他头发少的原因就在这里呀？就操心操的。对呀。那我发现这几周啊，就是稍微难一点的这个周啊，好像现在基本上一周难一周简单，你发现没？看大卫军心情哦，不对不对，大卫军已经不在了。对，然后反正我觉得就是一周难一周简单，然后简单的话呢，就选谁都能过；难的话呢，这个总得选择一些特定的英雄。然后特定英雄里面呢，我就觉得这个女组长是极其的变态，真的，这个极其变态啊，这个变态程度令人无法想象。主要是这个影刀太阴霸了，我是持有这样的观点啊。不应霸怎么玩？创造兵营了。你这个加速好像没什么用。给狙击加速，重返会吃得快一点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感觉女王也没造快啊，好这像女王明显造快的。啊有吗？我靠！你看他这个读秒，真的吗？明显快了，好不好？哦，快了一点点。哎呀，我决定等我下次过来的时候，咱一定得去吃哥老关。啊，怎么又隔老关了？哥老关，那你因为下我发现，你知道吗？啊南京的馨香会，他一盆牛蛙卖99块钱，啊丧良心啊！啊！涨价了是吧？太丧良心了！哎呀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就防止你这种去了只吃牛蛙，然后害得人家店都干不下去的这种选手嘛，对不对？这都是有我针觉对得性在里面的。像这种店就应该有一个那个，就有个投诉的网站，也有投然诉后网站，那你可以每天就去得投诉汉他东们。省反贪局找侯局长嘛，对吧？据我这个经过了50多集的研究和学习教育之后啊，我仔细的研究过后发现，这个汉东省其实就是江苏省。哎，他那个电视剧就是在南京拍的。对啊，这电视剧就是在南京拍的，做好准备，敌方部队正在并集没结。有卵用，该贪还是四贪。五名走狗正在前完线了，这支期援视频要部被队，和谐了。拦住他们。完了，我们敌明方天部要队被查正水在表为了，他我们的们。勇士提供对，灵能支援，太尴尬必了。须阻止他们。哎呀，哎，你能不能派点谁东的西过勇来？士部队？我靠，他你怎的么是女火？王呢？你们啊，我双的女方王，部队他怎必么须是要火带车我呀？来为我助阵。我靠，机械化呀！是不是我们可以下一盘了？毛线下一盘。哎呦，你怎么女王都要死啦？我要去清风矿了，清矿比较重要。时机成熟了，那你加个血。哎呀，注意到了，我能暂停吗？你要干嘛？不是，我的那个全选所有兵的那个快捷键是 W，然后我用的是女王，我给忘了。这样我女王没 W 键了。去走动操作。我看啊，我应该恢复，恢复，恢复，恢复。行行，先这样吧，先这样吧。我靠，好尴好尬吧，呀！来吧。啊，来，够够够够够！回来了，啊，出了一点意外啊，出。哎，我给你，女王在听着呢。任务完成。
哎，我应该开这个呀。应该开哪个？你早该开了呀。你最好有个理由。你都已经忘记这个技能了，我感觉。对呀、啊。我的探寻永无止境。我即是虫群。我靠，我的女王好硬。你的盟友正在交战。真大胆。啊啊、我们盟友的基地受到威胁。他说你的基地正受到威胁，真的吗？我是不是可以攀三稳了？说不是事儿，这倒不是事儿。我的探寻永无止境。你的盟友基地遭到攻击，我需要打。好像这有个女王是要简单很多。我们这样算不算太赖皮了呀？我操！这个不是刚才我打死他了吗？打我个气矿！我的天！不要在意。皇帝版。像你这种有实力的选手不会断气的，对不对？敌人正在派兵支援。断气了，可以让考拉拉给你人工呼吸嘛，对不对？敌方部队即将来袭。那我还是断气，我选择断气。啊，你选择断气。我靠，考拉拉，考拉拉可是有。后面这个 PS 恶搞你的权利和实力的，你确定要得罪他吗？这东西好烦啊，怎么莫名其妙就冒出来一只？我靠，我靠，这么多，我靠，对啊，怎么这么多？我靠，那个复活的在哪儿啊？有复活吗？刚刚我看那个兵好像复活了似的呀，难道我看错了？不要吓我好不好？我年纪小啊。哎，我女王终于满血了，我靠！等了一万年。战斗开始了。我的探寻永无止境。哎，我是不是应该派个房子过去帮忙啊？盟友的基地正在遭受攻击，变异完成。什么东西？我靠！你那有复活的？哎，你能不能把你的性感的星空加速放在那个哪儿？放在我的那个血石上面。啊！那复活的在哪儿？我打掉了，打掉了。混合体巨大的灵能力量正在流向 A 盟的勇士，快消灭他们！啊！我是不是应该，我是不是应该造虫洞了？好，虫洞造这儿吧。复个坦，消灭你！我先去消灭他们。你打得过吗？哎，那天有个，哎，你放牛塔上，放牛塔上。星空加速。那天有个观众强烈的用数据跟我研究了一下啊，这个确实是这个农民多会增加采集效率啊。所以我表示学习到了呀，但是加的效率还是比较有限的。加多少？一点点。一点点是多少？就多七个，可能每分钟多个300块。每分钟多300块？200块三百？哎，不对不对，一分钟是多少？一分钟现在是720还是1000啊？反正就是，两片矿的话，应该是多个200左右，200-300吧，好像。哎，具体的我也忘了，反正那个观众跟我说确实是会多一些的，所以我现在就农民就多补一点。反正远近点矿肯定是不多的，远点矿会多。啊，我要造牛了。哇，造牛的感觉真好。战斗开始了。哦，快跑快跑。多造点地堡，他老打我封矿。真大胆。你要搞定他，那就你要我打不了。哦，那我应该造刺蛇是吧？你的女王。我差点控制你。这个合作模式刺蛇有没有加强啊？有。需要加强吗？本来就很强啊。真的吗？哦，这有个复活的。
他乱刀砍死。你看我 Q 过去 W 回来，我的天哪，我这个操作简直是太棒了。好、啊，上了上了上了，我开个新能力。好，我开个吸收光环。把你们的部队派到我身边来，给予我力量。我需要协助才能赢得拉克希尔。我感觉到有哪些单位，我需要一些新测手段。哎，眼虫，眼虫，眼虫！我的眼虫在哪儿呢？我的眼虫在家呢。不要慌。他妈都被打成筛子了。我注意到你。啊、还好我的大牛有复活。哦！我靠，这个响尾蛇！响尾蛇怎么你了？他还能找到一个我聚宝的死角。奈拉提姆，拔刀吧！盟友的基地正在遭受攻击，你的部队正在承受伤害。哎呀，大牛多的感觉真好。你把星空加速放我蛇塔上面，我蛇塔在主矿里面。吸收光环已准备完毕，女王。你净化了你的逆虫，散！哇，这个大牛有这个复活之后，这确实打机械化还可以啊，感觉。我把那个什么给升了，移动速度给升了。我这个地堡没什么用、啊。哎，我们是不是还有空去打那个什么呀？元素生物啊！我打不了啊，要对空中打。但你女王去打呀，女王和刺蛇去打。女王和刺蛇，快点去打他。好好好，看在你如此哀求我的份上，我就去吧。我好像看到鬼兵了。啊！去，在哪儿？啊，在你家。啊。我就在地图上看到一个不祥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不祥是什么祥？你打那个，我去打那边。好，需要帮我把大牛派给你吗？派呀、啊，需要。算了，我还是挡大牛挡正面吧。我有技能。我靠！我的刺蛇！哎，我家，你大牛正面呢？我大牛死光了呀！啊！我二矿都没了。你大牛，马上死光！你大牛怎么去打那个元素生物了嘛？啊 ，F 二了 ，F 二了。我靠！我矿都掉了。那你矿都掉了。你怎么能 F2 呢？太没有、哎、太不负责任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没事。我靠！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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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慌，不要慌。我靠！我这边，我靠！没反应了。主要是这些兵突然间变得好强啊！我卡人口啊！我现在，我靠，原来是被这个复活兵搞的。哎，你能不能先把那个复活的打了？啊，再打，再打，再打！不要慌，不要慌，不要慌！还得靠我。啊，对对对，那必须靠你啊！啊哈哈，都说了我是一个砍六六六的咸鱼嘛，对不对？你看我多谦虚，哪像卡拉拉呀，自己是咸鱼还不承认。走走走走走，我们去打打上面。
快快快吸收。哦，快跑快跑快跑，别让他们得逞。这个迪瓦不停地跟我说，你有一只新的虫后，让我秀一下我用虫后的技术。你没发现你的凯瑞根现在已经被冻结了，我知道。哎呀，我懂的，所以我这个时候需要火星救援，对不对？你看我的火星救援是不是特别的及时？赶紧赶紧干！哎，话说，总有一天我要让那些元素生物。哎，你说我们都这么多期都没打过这个中立生物了，是不是？哎，那个额外任务了，因为我们是咸鱼呀。你经济恢复了没有？恢复了，恢复了，恢复了。来，把这边打掉，把这边打掉。好，我的补给从你。我觉得这招很简单，为什么考拉拉会觉得难？可能是因为他没有熟练的运用，他没有我们这么强大的操作。主要是咱们两个大招都是硬控啊，对不对？你说这个会不会有很大程度上的关系？就是实力强啊。哦，这边有兵。哪里有兵啊？哎，把它往前推，把它往前推。确实可以往前推啊。应该补点狗，钱有点多。看样子敌人是朝我们来了，我们去好好问候他们吧。这上面，上面，上面，就是先去打混合体，先去打混合体。好。哇，这波兵好厚！哎，我觉得这个组合有点阴霸呀。你看，我的狗可以让它变成零防，然后我的牛可以复活，多好的肉盾！然后咱们两个大招都是硬控。我靠，这个组合好强啊！哎，眼虫哥哥，我的天！哎，不要慌，你知道我只会用 F2 的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坦克架的过程当中就被打死了，我的天哪，太强了！好，这边有一个复活怪，好，复活怪秒掉了。哎，你家里怎么雪崩了？在干他！有个红点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里有地雷啊！好，我女王一屁股给他坐死了。想不到我的凯瑞根和我有同样的癖好。人家那是翘臀，你那是屁股好吗？哦，走走走，往前推，往前推。我一直在这儿的好吗？我在等你好吗？你这个严重拖缓了我们革命的步伐。前面是不是还有一波兵啊？还有一波兵啊，那就 A 了。前方有叛乱分子，重兵把守。哦，若是想让我快点结束这场闹剧，就去摧毁他们的营地，敌方部队去支援。哦，我靠，我的海盗差点被雷全炸死了。那说明你控兵有问题。这个大河，我这么多海盗打不动他。
啊，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。我从家里再调点房子呗。大河房这么高啊？你看，你看我的大牛，这坦克在架的时候，我的大牛就直接强行近身，再配上你海盗船，我的天哪，这坦克连攻击都没攻击就死光了，我靠，这个感觉太爽了，这个、感觉太爽了。哎，最后一波了。我靠这个雷神，呵呵，这个雷神都变得这么肥了。哇，你看你看咱们三个硬控啊。哪里走？我这个牛还有硬控，我靠，无敌控啊，就活生生把他们控死了。我靠，我怎么觉得这是 Evo 死的最惨的一周啊。这所有兵都死天上的。哎，太简单了。哎呀，果然不能听信考拉拉。哎，果然不能听信考拉拉。我们在这个视频的最后一段可以考虑让考拉拉跪一下。对对对。给广大玩家观众跪一下。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。好吧，那么这一期就先到这儿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，然后希望下一期能够难一点啊。大家下期再见。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